跟上最后关头的话呢，则是由 Jackie Wu 以及 ED 分别得手，这一分又落到的是 Divorce 手中了。 两次技术的运用，同时 Pika 则是在另外一侧抓到了 Kurumi， 反凡 Cyber Rush 接连倒下 ，Pika 一人已经打出了三杀。 击杀了 Cyber Rust， 1-2，快速的完成双杀，有机会 1K3， 完成了个人 Triple 之后。 角度受限，而且 WiFi 就这么一台而已，Jammer干扰器排不掉就是排不掉，最后再用自己的双子投影进点之前先勾一下对方的枪线 ，Jackie Wu 两次的闪身都是快速收进，不让对方有任何的机会，小组等待，看到一发，现在都 Q。 但是皮卡直接过来打了你的头，拿出一根狙绝杀，苏凡又抓住了一个机会，打死了 JQ。那不是，没有。